先好好的恭喜一下，玉君发片了，发片了，恭喜！是在去年年底发片的，对，在年底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我的首张专辑叫做《异想世界》，你每一首歌听到的，你认为啊，这个怎么会是玉君的样子，或者说，哎，这就是你想象中的玉君，所有都是大家就是无限可能，对，嗯，恭喜耶！哎，那你过年的时候都怎么过？每一年都要等爸爸先下班之后，我们全家就开着车就回到嘉义去过年，去围炉。对，然后就是那一天晚上，大家可能就是小朋友，因为我们家男生小朋友比较多，对，所以他们就会跑出去外面玩，玩鞭炮啊，玩什么个没。那女生在家里就是可能打乌蚁啊，或是就是像有时候会到附近那个干妈店，就买一些小玩意儿。一起来玩一下。哦哟，那你有带来这里跟大家玩一下吗？有，今天来教子龙怎么玩。OK， 来，这个是我们的抽抽乐，很有那个文化的感觉。它就是一次抽一格，再把它撕开来看里面写什么字，对不对？对。先来抽抽看嘛，一张就拉下来。对。好，那你把它戳开，把它戳开。对，好像在考验他啊。没有简单一点的。好，打开了，来，对应一下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几号？当时4号，4号，老五，恭喜你得到一块，只能吃一块啊！哦，触鼻嘛，触鼻的，触鼻的。接下来直接带来，你们想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子龙呢？我来这首歌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是茄子蛋的一首歌。嗯，对，叫做《爱情》。李比娃，哦，熊二扣，卡威达，帅。来，玉君，带来咱们最保险。掌声欢迎两位。谢谢玉君。